OK， 好，继续啊，就是我们只掐了红色啊。オルゴールだ，音乐盒呢？なんで開いたのかな？里面有什么呢？有什么呢？だけどどうやってるかな？但是要怎么拿呢？敲敲看吗？把它敲坏吗？还是不要敲好了？打坏了就麻烦了呢。やめておこと，还是不要吧，放着它吧。先不要把它敲坏，先出去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呀呀，七鼻口干嘛呢？哎，所以不能换爸爸喽。我想是可以换爸爸的，那这样子难道就只能把音乐盒敲坏了吗？我总觉得敲坏应该不是什么正确的做法。都敢呢？然后这边有什么可以敲的提示吗？对啊，根据前作是都不要弄坏，可是我现在在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音乐盒打开。不过其实我刚刚好像已经做错了一些选择，那应该也是说，这其实应该也没什么差了啦。反正大家都还要第二轮才能拿到真结局吧。啊，我应该也是第二轮才会拿真结局，第一轮大家就先随便凭感觉玩吧。片白也没有东西可以用。可是这样的音乐盒不敲的话，我要干嘛？然后这只能敲的吗？啊，旁边有好多抽屉，还没有看抽屉，打不开。好像开了一点点，要多试几次吗？靠我的毅力吗？开个十次就会动了吗？开了呢，你看真的耶，我超强，呀哒，总算打开了，得到了音乐盒的钥匙，假钥匙呢，总之拿着吧。啊，音乐盒呢，有什么呢？拿出来吧。这个是钥匙，啊，有这个钥匙孔就好了，没弄坏，真是太好了呢。好了，回去找爸爸吧。毅力，你看就是这样啊，看起来就司机要说就都打开，开了一点点，开了一点点，所以多开几次就会开了。哼，你们这些恐怖游戏的把戏，我早就都了解了，早就看穿你们这些恐怖游戏的小把戏了。然后接下来可以开什么？开音乐盒的钥匙要干嘛？那边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开吧？这边也没有要钥匙的东西嘛，没有吧？走吧，出去看看。啊，恐怖游戏都嘛找钥匙游戏啊，不是吗？十个恐怖游戏有九个都嘛是找钥匙游戏。哎呦，有个门，跟之前门一样，会去哪呢？嘿，我推吧，游戏。啊，换老爸了。不是恐怖游戏，不是找钥匙就是找日记，然后不是找日记就是找纸条，反正就不出这几个套路呗。红门消失，蓝门又出现了，看来没办法同时出现了。啊，熊宝宝，对，果然不意外，一点点都不能动了。开了啊，得到了剪刀，呵呵呵，你看我就知道老狗的把戏。好，用剪刀把熊熊剪开吧。这个娃娃是那个时候的时候，苹果的地方已经破了呢。好像有什么，用剪刀吧。可怜哇，这事又得到了钥匙。来人。
反正可能直接把那个熊熊布偶撕破吧。嗯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哎、欸、呦，奇怪的东西出现了！那什么？司令长，所有我扫完了加以 canai， 司令长不能碰啊！赶快找门，快逃出去！嗯，我知道了。但是你呢？我有我的移动方式，没问题的。啊，干，你有你的方式，可以用你的方式带我一起走吗？我可以挑一个不要那么危险的方法吗？快走吧！干，这智障才会被追到吧？怎么会有智障被追到呢 ？Middle ni fresco wa totomeru mono 啊 ，toki wa totomeru oku mono 就是残留住时间的东西。有没有你的看到了梦了 ？Totemo shi furita 有没有好久没有梦到的梦了 ？Mai no yume nan da da yo 之前的梦是你的梦吗？難しい。あの時のお前が笑いていた。好怀念呢。那时候的你啊，还在笑着呢。啊，可以的话，嘛，真希望就那样子留在那个梦的世界里呢。俺たちはどこで高いでなのだろう？我们什么地方错了呢？いや、もしかしたら、お前が死んだ時から。高えてしまうで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。也许在你死的时候开始，就一切都乱了套吧。安安，只有一二三四。啊，没用了，真的是。哎，どうか私をでくれ。哎，请把我嗯吧。あれ？ここどこ？这是哪呢？那将もいない。那将也不在，跟刚刚的感觉也不同呢。とにかく進むしかないよね。总之前进吧。完了，您就啊，去输入吧。我是 Totomeru Mono， 我是时间的东西。这是烧瓶，烧瓶说话了。あなたに終わりの果てを与えるの，就是叫你，请你来终结这一切的，拜托你了。よくわからないけど、大事なことだよね。虽然不清楚，好像是很重要的事呢。それに、それを私を許されるの？要拜托我什么呢？啊，お姉ちゃんがそれは望んだの。姐姐希望那件这样吗？啊，消滅是消灭呢，还是修复呢？啊，你来选吧。そうか、よく考えたら、フラスコが生き物じゃいもんね。仔细想想，烧瓶应该不是生物吧？嗯，到底怎么选好呢？啊，教你的答案吧。どっち，哪一边呢？よくわからないけど，但是我好像非选不可呢。虽然不太懂。それならよく考えないと。那么不好好想想的话怎么办呢？修复吧，通通都修复吧。我这个人最善良的。修复是吗？我明白了啊，那就修入吧。啊，そっち開始開始吧。次の世界へどうじどうぞ。那么，请到下一个世界去吧。次の世界もあるの？还有下个世界吗？嗯，不过烧瓶是四个颜色呢。啊，总算到好了呢，谢谢你。嗯，さようなら，再见。伊玛啊。这次又没遇到了呢，怎么样呢？嗯，这次是叫你的女儿的事情。但是シリは大丈夫だろうか？シリ没事吧？君の娘だろう？你的女儿吗？母なら信じてあげてよ。你是爸爸吧？想好好信他吧。啊，どんどん変わってさ，没问题的。啊，嗯，好啦，谢谢你啊，ナツレ。本当に君は、啊、人間顔を負けてな。你呀、啊，真的不逊于人类呢。ありがとう，谢谢喽。啊，就是说，妈跟你很合得来呢。不过在这个地方遇到真是可惜的。死亡空白键一代，我那时候好像有免费版吧，我有抓。就是那时候 Origin 有免费的，啊，都是呢。もっと話したいことだけど，虽然想多跟你聊聊呢，不过现在的状况啊、也不适合。そうだな，也是呢。歪曲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那、不是悠闲的时候了。刚刚我已经跟老师联络过了，那、他真正准备移动到这来，啊，不懂怎么做呢？妈，细节我也不清楚。
总之，他为了让你们 逃出去，已经开始在修理烧平恩了。それなら悪いようなならないだろうね。安心したよ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老师也真天真呢。那、啊、对了，老师也把你就是这个石头也强化过了，可以消灭更大的歪斜喽。啊，我可是不知道哪样用得到，就说你自己找吧。嗯，没办法啦，去探索吧，去吧。我现在走路都要连打空白键，我觉得这游戏根本一堆东西在那里。哎，有个桥呢，前进不了。嗯，附近也没东西。西利的后大路嘎，难道要靠雪莉的那边吗？不知道西利那边怎么样了呢。总之先回去吧。那，哎呀，斯雷萨，哎呀，斯雷吗 ？AKK 你好。哎呀，又遇到了麻烦的机关吗？啊。空斗啊啊，好，那这就是那个桥啊，这边什么都没有。西利那后他都闷的，我想西利那边应该有办法解决吧。じゃ、娘さんに変わるんだね。那么换成你女儿吧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て，等等哦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拜托你了。で、空斗で，就是这样子，你的爸爸又再次指名你了。啊，找找看有没有可以把桥放下来的机器吧。わかった。知道了，就是找些绳子之类的，对吧？よし、頑張ろう，加油吧！哦哦，一世がよろしいね，好有气势呢。じゃあ、張り切っていらでいしゃい啊，那么就是努力的出发吧。嗯，行ってくるよ，我走了。上吧，小萝莉 ，Go Go Go！ 短腿小萝莉，哎，有机关，一下子马上就有机关了。有什么呢？嗯，是个机器，那上面好像也有那个灯之类的。这个要转吗？嗯，虽然看起来比想象中的还轻呢，应该我也转得动吧？转吧，一宿。嗯，现在是闪蓝光了。难道说这边有电之类的吗？嗯，不过应该没电吧。啊，歪曲呢，消失吧！哎、欸，好了，可以前进了。这什么 ？Hanna Upjet， 奇怪的东西。哦，你说死亡空白键？对啊，我倒是对死亡空白键没什么很大的兴趣，就是。垃圾箱啊，但是什么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有垃圾箱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你这怎么做垃圾箱？哎、啊，有张纸片。水の主は啊，上面写着水之主是肉食性的，这么写着。いやな予感するけど気のせいだよね。嗯，虽然有不好的预感，不过一定是错觉啦。嗯，それにしても，话说回来，是谁写的呢？トトメルさんの仲間かな？是石先生的同伴吗？それでも親切は誰かさんかな？难道是某个亲切的人吗？とりあえず手術しておこうと，总之要注意点吧。这个就是桥吧？那看爸爸那边吧。我总觉得我下去就会被那个水之王吃掉了，应该不会吧？啊，没有。哎，有马桶，这边也有垃圾箱，果然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奇怪的东西，小。これで，但是这个不能用手拿吧？もうなのこなのに，明明是女生。まあ綺麗だから大丈夫かな？まあ不过好像很干净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哎、欸，どうせ誰も見てないし，反正都没人看到，拿吧。パパには内緒だね，要跟爸爸保密哦。比起爸爸会生气，我倒觉得爸爸搞不好会哭呢。得到了光之碎片，キレナカケラ，那好漂亮的碎片呢？但是为什么会掉在厕所里呢？嗯，真有点不想带着走呢。总之给娜讲看看吧。啊，不过啊，在厕所的事情要保密呢。你爸爸会哭，你爸爸会笑吧？回去了，喵。一智的女儿，走走走。反正女儿真的超乐观。
还不是因为他很乐观，一代才会变战犯。啊，你拿到好东西了，那跟老师说一声吧。嗯，难道是可以强化什么的吗？たしかに肝心和見当てるね，感觉好像是这样的。よし、じゃあ早速 power up させようじゃないの。那我们赶快强化吧。嗯，お願いね，拜托你喽。啊，交给他光之碎片。Tokyo Shibiko哟，这就是这时候了，小矮冬瓜。那你什么？哎 ，Amber 啊，なんでまでつまんで、嗯什么？哦，那啦，修改那没办法了，那试试看吧。じゃあ行くぞ。我最近在玩啊，野球魂啊，我最近在玩野球魂，今年的野球魂。よし、できるだろ，做好了，拿去吧。矮冬瓜，谢谢你。啊，我们得到了强化版本的那个碎片，可以消掉了更大的歪曲，请小心吧。哎，你刚刚露出了脸，就是奇怪的眼神，你怎么了吗？这边也有那个桥呢，啊，好像不止爸爸那边有，那这样真的有点麻烦了呢。那总之应该也是歪曲的影响吧。话说回来，要换成爸爸吗？拜托你喽。就是这样子，那这次呢，为了女儿找机器吧，恐怕现在可以前进了吧。わかった，知道了，我去找机器吧。さっさと行ってくるよ，那走吧。加油。我有看人家玩过死亡空白键啊，是蛮恐怖的，这怪物会冲出来会吓到。在桥底下呢。啊，对，桥放下来了呢。ありがとう，犀利啊，谢谢你，犀利。啊，你说，可是嘛，叫我买一台来实况吗？干，再买一台 PSV 来实况吗？大家看看吧，可是也没什么想实况的游戏啦。出包王女哦，还是那个 Bullet Girl 子弹少女，有垃圾箱的，里面是空的。好像跟港口的那个东西一样 ，Pete。哦，港口的那个一颗一颗圆柱的那个东西，又是椅子又倒了。靠背 Bichiko， 你有毛病啊？明明叫 Chibiko， 里面 Bichiko 什么鬼啦？哎，又有这个装置，就是这个吧？来转吧。而且应该有个长音吧，中间。灯亮起来了，これでいい，打喽啊，这样就好了吧？しかし不思議な世界だ，但是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呢。森でもなく家でもない啊，又不像森林，又不像家。一体何のイメージなんだろう？不过这边到底是什么的场景呢？又是垃圾箱，又是空的。垃圾箱空的，这上面看有东西耶。上面是个肉呢，而且还有把刀子，怎么样呢？还是不要碰好了。哦，这个是巨大的歪曲，不能前进。哦，它的还没强化过，它的那个石头还没有强化，哦，还没 power up， 那就要等，那先去换女儿吧。哎，交换！哎，还不能换吗？啊？那我是不是漏掉查到什么东西？再看一次吧。我有漏掉查什么吗？啊，这边有发亮，哇靠！我觉得这个作者，因为他这代是黑白，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多提示真的看不太到。什么光？什么碎片啊？光之碎片啊？他所说的吧，拿回去吧。那、啊、又可以 power up， go go go。
啊 ，You slay some 啊，你找到了强化碎片了、啊。嗯，就是这个吧。嗯，马吉盖那有，没错，早点来马上强化吧，拜托你喽。哇嘎达，把光之碎片给来吧，开始喽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拿去吧。啊，得到了强化的碎片，可以消去巨大的那个巨大的歪斜。好，我们去冲吧。ASSASLDDYCC， 哎，你好，午安。哎、啊，话说回来，那个闪鬼二什么时候出啊？还有那个这次的黑长直炼金术士，啊，在等这两片吧。啊，还有那个真流行之神，我靠，接下来好多好多游戏可以玩哦。我记得好像是七月附近吧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破坏了这个歪斜。哟西，可累在苏木的呢啊，这样就可以前进了。斩鬼二是不是九月呀、啊？然后流行之神好像是八月，然后忘记炼金术士是不是七月了？可以继续走吧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这看来就有问题，这看来就海之主吧，其实就是只鲨鱼罢了。なんかいる？嗯，有个鳍是鱼吗？そういえば、あの家にいたな。话说回来，那个家里好像也有个。まさか、あれか？难道是那个？你们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一代有只那个在水槽有只鲨鱼。来啊 ，PK 啊！嗯，哦，好多眼睛哦，嚼嚼，好吃。看不意外，流金之神八月是不是？这是三连发哎、欸！啊、哦，我的 line 我的 line 没事，我的 line。对，一代那时候水槽有一只那个鲨鱼。想到鲨鱼就让我想到那个寄生那个海产少女啊，不过最近有一个实况组在玩海产少女，有时候他晚上你们台湾的时候晚上玩的时候，我的时候都 有时候都会去看一下，看人家被虐也蛮开心的。哎呦哎呦，差点被人走过去，还是不要前进，拿肉给他吃吧，吃我的肉啦。嘿咻，得到了干肉，上面还有把刀子，你把刀子拔下来再给他吃吗？你确定连刀子一起给他吃吗？啊、怎么做？怎么给他？怎么对？好像是道格吧？对对对，我然后再看他在玩。对啊。哎，怎么给他吃肉？吃我的肉啦！对对了，瘦的，你哭肉肉肉。啊，把干肉丢给他了。啊，助かった。啊，你哭个那个都没抖啊，瘦都死了，没肉怎么办呢？总之放心了，走吧。这种时候其实说实话，如果没有干肉的话，就自己从手上切一块下来丢给他吃喽，也是个办法、啊。哎、欸，有张纸片，什么 key？ 那、欸、什么 ？key i wa na aoi sora ni key。什么什么哈娜？什么叫 key 露露以哈娜？什么的花 ？ao i sora ni k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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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 ga hai lu， 什么意思？谁写的？他说什么意思？还是他是哎？他、欸、什么？怎么往空中丢上去啊？算了，等一下看看就知道了。真的好多路，我看。嘿，塔利姑 jump， 哎、欸，不能跳，好吧，算了。嗯，歪斜啊，但是好像不会攻击我，跟刚刚不同，还是绕道吧。黄色的话，然后往蓝的空中丢出去，这样吗？啊，反正等一下遇到再说吧。那、啊、可能是黄色的花。
哎、欸，变黄啦、啊。对啊，干什么意思？这边又黄又蓝的、啊，然后嘞，那不是又黄又蓝吗？什么事都没有，奇怪了。是指这个东西吗？哦，是要等它变黄色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要它变蓝色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它变蓝色就可以走了吗？真是天才！好了，变蓝色。哎、欸，这只不是蓝色，这只要变，难道这只要变黄色才能走吗？它的规矩到底是什么？哦，难道说是黄色的时候是往上开，蓝色是往下开喽？是这样的意思吗？算了。看，不求甚解，过了就好了。耶，换成小萝莉的，你可以。冲啊，小萝莉，小矮子，矮冬瓜，冲啊，爱德华。啊，桥放下来了，阿里嘎多，啪啪，谢谢你，爸爸。嗯，又是垃圾箱，也没有东西。巨大的歪曲，吃我的跑到 up 石头啦！搞定，前进，すごい。哎、欸，没有那个没有大妖怪了。这里写什么？看看，又有纸了。Ocean Sun Floor, Mr. Cloud Moon。什么 ？Ocean 海洋 ，Sun Flower 向日葵 ，Mr. 雾 ，Cloud 云啊，不是 Cloud 云 ，Moon 月亮。你想表达什么？这什么嘛？骂一嘎，算了，你不要每周骂一嘎好不好？你们话说回来，你们捡到纸片就不能放在身上吗？你们一定要把它丢在那里吗？算了，我看一下，先抄一下好了。Ocean Sunflower， 然后话说回来，他 Sunflower 还漏拼一个 I， 日本的英文真的没救了。Mr. Cloud Moon， 所以是要照这个顺序去走，是不是之类的？马一嘎，我觉得应该只是单纯拼错，日本的英文真的不可恭维。我觉得这应该没有什么东西，这只是单纯他智障拼错而已。哦，我懂了，第一个要先变蓝色的，因为 Ocean 是蓝色的。然后桑弗劳尔是黄色的，所以接下来把它变黄色的。哎，又变了一个。